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蒂。哎，海贝，今天我们来这儿是要找谁玩呢？找米老鼠啊。嘿，我的伙伴们。啊，米奇你来了。对呀，不是说我们约好了今天这里见面的吗？你们说要给我表演神奇的魔术来着。对呀对呀，波蒂，我们两个可是有神奇的魔术。那你们的魔术是什么呢？米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肚子是可以打开的。哎，这么神奇！今天我们两个呢，在肚子里面装了好玩的东西，你快打开来看一看吧。那先打你们谁的肚子呢？我的吧，先把我波蒂的肚子打开吧。那我们来打开波蒂的肚子，看一看波蒂的肚子里面有什么呢？打开来看一看，哇，波蒂，肚子里东西可真不少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巧克力杯，快把波蒂给它装回去。波蒂，波蒂，你肚子里的东西可真不少，好吃的海绵宝宝巧克力杯，还有小玩具呢。对呀，对呀，你快把玩具拼一拼，看看能拼出什么来。那我们先来打开玩具，来拼一拼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带翅膀的。哦，先来看看翅膀要怎样拼呢？哇，你太聪明了，一下就拼对了。快把它的尾巴安上。尾巴是这么安的吗？对，是这样的。哦，把它的翅膀给碰掉了。先安好尾巴，再去给它安翅膀。尾巴安好了，把它的翅膀再安上吧。哦，安好了这个翅膀，这个又掉了。这个看起来容易，安的时候也很不好安呢。看，拼好了，它是一条会飞的龙。这是我送给你的，米奇，谢谢波蒂，谢谢波蒂。那海贝，你的肚子里是什么呢？快打开来看一看吧。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吧。哇，你的肚子里面也都是巧克力杯。哦，还有一个小玩具，先把我装回去。我们先把它装回来。快让我来看看这个小玩具是怎么玩的。把它拿到旁边去。小玩具，不，我们应该去旁边的空地。米奇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看看，哇，可真漂亮，转起来是一个陀螺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啊，太好玩的小陀螺了。那我们翻过来转一转看可不可以呢？我翻过来好像转得更快了。海贝，波蒂，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。不客气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那海贝，波蒂，现在我邀请你们去跟我们一起去米奇妙妙屋帮助其他人，你们愿意吗？好啊，我们很愿意去呀、啊、我也很愿意去啊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活动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